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台北新都边间透天经店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在它一楼的店面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往里面走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它的吧台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它一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退出来，回到外面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楼后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一楼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往二楼，这中间有一个夹层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夹层。
好，现在我们直接到二楼。好，这里是二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二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二楼前面的阳台。好，我们回到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上三楼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三楼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三楼的前阳台。Thank you.
好，现在我们回到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三楼的后面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三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直接到顶楼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直接回到一楼的店面。好。